对面就是这个城堡。刚才啊，我买了一个 hot dog， 一个热狗，哎呦我操，15块钱。然后呢，他说问我要不要可乐，我一看热狗加可乐是30，我去，当时我果断就给放弃了。一个热狗再加可乐，在中国的话，这个套餐一般就是在8块钱左右啊，卖30就，哎呀，4倍啊！我操。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旅馆啊，盖得非常的漂亮，游客也很多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旋转啊，给自己照一下。晕了。